他妈的，楼上邻居家小孩天天晚上蹦到12点，忍无可忍了。哎，你好，大姐，还是那个楼下邻居。哦，就是你们开放不负责物业是吧？没完没了了，这孩子蹦跳我是管不了了。你看你有什么好招，你又给我教育教育行不行？误会了，早上俩不是因为这个事，都没事，孩子搬走了，拿着东西楼上楼下住吧，也别嫌弃。啊，你住的好好的，你住呢？别说他住的，往来不多，你也不知道俺这个穷。你看这孩子，从小又大，就怎么样？前两天呢，突然出什么事情了？晚上呢也不睡觉，光天就往外跑。听说家里地震了，上医院一看，大夫说并发症，没激情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，多可惜啊！这不把房子卖了。最后这两天吧，现在带他上山河里住，感受一下大自然，日子难得回哪去？上山河住啊？你看他现在这个样，他享受不了都市的喧嚣生活了，住山上去。哎呦，就是，哎呀，你看我现在看着这孩子，我是真羡慕。你看这小孩呢，蹦跳跳活泼是，真可爱呀，和跳蚤活着的。你这辈子穿的这么低了，下辈子你当个跳蚤。哎呦，你别这样说，你这样说俺心里更难受。你是不是想开了？一个一个月在家住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别走了。哎呀，你不用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这边儿也中山，谢谢你。